直播时被大龄剩女疯狂追求，我现在脑子里就只有一句话，怎么话？满目无他人，四季皆是你。说人话哈，就是我的心里都是你啊。不是我都不认识你的心里面是我，你们现在女生都这么油腻吗？就是喜欢你没有办法呀，从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。 不是我，这么让你喜欢啊？你人人都想喜欢我，凭什么让你喜欢？你说你喜欢我，我就要答应你吗？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别那恶心我啊！你自己的事情你恶心到我了。什么关键找的都来喜欢我，真的是。我这么真诚的喜欢你，你既然这么伤害我，但是我不管，你不管怎么伤害我，我喜欢你这是事实，我就是喜欢，我的喜欢就是这么强势。你说你喜欢我什么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我不告诉你，我怕你改。我不想让你改，我想永远都喜欢你。喜欢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我都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识你呢？如果早一点认识你，我的幸福会来得早一点。 因为喜欢你，给我带来太多太多的幸福感。我问你，你有车吗？我有没有车，我也喜欢你啊。你回答我，有车没有？你想要吗？想要我就去买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买。就是没有嘛，有没有房？有没有房？你说你要什么车？你回答我，有没有房？想要的，我努力，我给你。你跟我画大饼，有房没有？你想要在哪儿买，我马上去买。 你看你没车没房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给我幸福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不合适。真的，你们现在的女人都这么下作吗？这么都已经很明确的拒绝你了，你还这样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一个男孩子，我传出去，我的名声也不好啊。 你非要这样死缠烂打的。被你都喜欢，已经让我失去理智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为什么不接受我呢？我哪儿不好？你说我哪儿不好？你要车没车，要买要房没房，你拿什么来喜欢？你是纯属来恶心人的。我有一颗真心啊！真心，真心，真心能当饭吃吗？我对你是真的呀。喜欢我的女的，年薪百万千万的多得很，你算老几？他们有我这么大，有我爱你吗？有我喜欢你吗？他们有一颗赤诚的心吗？ 六跟我花钱那么多，你他女孩子跟我花那么多钱，钱能比得过真心吗？你跟我谈真心，你一分钱你都舍不得花。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女人，你一分钱没花过，你跟我谈真心，爱情它不需要钱，但是证明爱情它需要钱，真的是我从来没见过你这种钱不接，不吭声收的。我仍然喜欢。花大饼啊，一分钱舍不得花，就想追这么帅气的小男，不管你的不讲道理。 喜欢你的小脾气，不管我只对我喜欢的女孩子发脾气，我不会对你们这些不喜欢的发，知道吗？我即使要花钱，我这辈子我一颗真心全都给你。我即使要花钱，我也只花我喜欢的女人的钱，我不会花你的，想得美吧你？我也没想给你花，我没钱，但是我有一颗真心。 没钱，想白嫖是吧？空手套白狼，我算是看透了，你们女的就没一个好东西，全是这种。